欢迎来到 K 教室，距离农历新年只有区区的两天，今天2月10日，腊月29，蒸馒头。28做好了发面，29就要开始蒸馒头了。人们尽情发挥想象，把馒头做成寿桃、小动物等各种造型。腊月29，也就是除夕的前一日，俗称小除夕。在整个年节中，29这天可以说是最忙碌的一天。除了筹备年节中的各种衣食祭品，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活动——上坟请祖。上坟是严肃的事情，上坟祭祖需要有敬意，所以应该要穿着大体，切勿穿奇奇怪怪、大红大紫的衣服。明天农历30，我们再聊。这里是 K 教室。